家人们努力了啊，真是努力了，真是煞费苦心的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必然是出棱角的。就是那天我们在查内务叠被子是其中的一个任务，然后我们室友的被子棉花太多了，太软了，不合格。然后我们正好看到阳台上有两把铁钳，我们就用这个铁铲帮那个室友铲出棱角。当时我们也是觉得挺有趣的，挺有意思的。